的是蛮头痛这种。为了让琼斯杯的效益最大化，女子组比照男子班底，同样兵分两路。中华蓝队就是针对亚运备战的国家队班底，集结 WSBL 的顶尖精英，希望透过国外队伍的强度来提升亚运夺牌几率。这次阵容是以中华队亚运12人名单为主，包括刘君怡以及蔡佩珍都是国家队常客，另外几位来自国泰的好手也都跟总教练洪林尧有长时间的配合。另外林玉婷更是国内积极栽培的新生代后卫，况且除了十二人名单是国内女篮的顶尖好手，几位遗珠也有机会透过琼斯杯在国人面前展现身手，像是身为 WSBL 得分后的彭诗琴就是最棒的案例。虽然彭诗琴的身高只有163公分，但他从就读北一女时期就透过优异的速度及球感打出名号，虽然无法参加亚运，但是能透过这次琼斯杯验证自己的进攻破坏力是否已经达到国际等级。想要证明自己的还有另一位球员，那就是入选亚运名单的李佑瑞，因为这位好手去年才由于受伤整季报销，本届琼斯杯也渴望帮助这位伤兵提升自信心。另一个可以观察的重点就是中华女篮在门神郑慧云改当教练以后，其他常人是否能有效接班，加上另一位国家队常客江凤君这次也因为受伤无缘参赛，中华队顺势进入新的常人世代。因此身手全面的徐千惠将会扮演更关键的角色，他必须担任起串联前锋跟后场工作。由于在 WSBL 的数据非常全面，平均每场可以贡献12分、5篮板、外带4.5助攻，因此算是来自电信的球员，却还是入选亚运阵容，加上这批球员从去年就积极备战，默契自然不在话下，在本届琼斯杯甚至未来的亚运都有机会大放异彩。未来体育新闻综合报道。